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红海星，红海星 Asterius rubrum， 我英文叫做 Red Star Fish。 红海星在早年希波格拉底时期是用在治疗一些子宫的毛病的，咁亦都係咧喺古時咧係作為一種治療嗰啲癲癇嘅療劑嘅。咁適用嘅紅海星嘅人咧，通常都係比較一啲體質鬆弛嚇、鬆弛嘅，同埋咧係有面紅啊，即係比較鬆弛嘅體型。咁後來咧有位同類療法醫生。Dr. Grimmers 咧，呢位同類療法醫生咧係早年咧係用同類療法醫好多好多癌症嘅。咁佢開始咧係成功地咧用咗呢個紅海星咧係治療一啲乳癌嘅。通常咧這個嘅療劑喺乳癌方面咧係適用一啲喺左邊嘅乳癌，加上咧有啲好强的刺痛，同埋咧系夜晚黑会差嘅。记住左边嘅乳癌，同埋咧呢个疗剂咧，亦都会帮助一啲乳头嘅肿瘤。咁另外一只疗剂有呢个症状咧，就系、是、我哋叫做 sarsaparilla， 系嗰个白契吓。呢个疗剂都系帮助一啲乳房嘅。肿瘤或者呢乳癌有加药，加上那个乳头呢是爆裂，或者呢乳头呢是凹下堕凹落去的。红海星呢，除了我所讲它是会夜晚黑痛，同埋呢它是不喜欢动动的，它动动会觉得差一点，同埋呢亦都好不喜欢呢在冻湿的天气，亦都有一種下墜嘅痛嘅感覺。咁嗱，我哋大家如果認識同類療法，有另外一個就係墨魚汁，墨魚汁同埋一個紫羅 Murex 咧，
都是一个妇科用的疗剂、啊、都有这些这样的下坠 的感觉的。好啦，咁如果我哋遇到一个症状，一个情况，就係佢发现呢佢係好急性嘅痛，同埋有发炎。咁、啊、我哋用呢个疗剂呢，我发现呢、啊、红海星呢可以将呢个嘅肿嗰个肿块呢，肿瘤呢可以缩减20-30% 嘅。咁跟住我哋可以跟进另外一个，就係毒心conium。即是如果你发现呢在那个症状呢是除了有硬的肿块，硬的腺肿瘤，没什么其他症状呢，你就可能直接就用这个的毒心 conium maculatum 这个疗剂啦。但是你发现呢它又发炎又肿，那你呢就会想这只红海星 Asterius 啦。好啦，红海星呢还可以应用的地方呢，就是中风、啊、或者呢感觉就快中风、啊、因为我曾经所提及的面红是一个关节的主要症状、啊、或者呢是痉挛、啊、那个发痒掉、啊、那个epilepsy、啊、这种情况呢，那也都可以考虑到这个疗剂的。红海星呢也都有个那种痛呢，就会由左边乳房呢伸去到左臂那里的。OK， 咁乳头咧系乳房肿啦，溃疡啦，咁亦都嗰种尖痛咧会延伸到咧系嗰个背嘅甲骨吓 scapula 嗰度一种，跟住咧嗰个乳房咧就系种种沉沉嘅痛嘅，咁呢种情况好多时候都同荷尔蒙有关嘅吓，咁、啊、而呢种嘅乳房嘅痛或者癌症咧，好多时候咧系会。在经期前呢是会更加差的。咁亦都出现呢就是那个胸骨下面呢就有一种痛。咁另外一个关键的症状呢，就是那个受影响的乳房呢可以出现一些红的点、啊、跟住呢就可能呢是化脓咁、啊、就爆出来的。又红，跟住呢是分泌一些有气味的液体。好啦，在个精神的状态方面呢，就这个的、啊、红海星的症状的人呢，通常呢就哭泣会舒服一点，他下午觉得舒服一点，他喜欢喝冻东西，但他 不喝得咖啡、啊、咖啡会令到更加差。个人比较容易紧张、啊、容易哭泣呢，成日好像紧张呢，好像有些坏的东西会发生的、啊、即是又不喜欢听一些坏消息、啊、或者不开心的东西、啊、这样。咁當然呢啲咧，好多時候咧係癌症嘅病人都有呢啲咁樣嘅比較上常見嘅個精神上嘅症狀嘅。好啦，咁紅海星咧雖然一個比較細嘅療劑啦嚇，咁、啊、如果係用得即係喺嗰個適當地應用咧，係對一啲好嚴重嘅，譬如乳癌嘅問題啊好似嗰、那個痉挛啊、發癢掉啊或者中風啊呢啲嘅問題咧都可以處理嘅。红海星咧都可以用喺一种嘅暗疮吓，咁、啊、呢种嘅暗疮咧通常咧就会有一个细细粒位，同埋有一粒黑点嘅，一粒黑头嘅、啊、黑头咧嗰、那个底咧就红卜卜嘅吓，呢、啊、种咁样嘅嗰、那个暗疮吓、啊、出现喺一啲人咧嘅体态咧体型比较松弛，同埋好容易面红咧吓，啊這個、呢个咧亦都个海星型嘅暗疮嘅疗剂。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
下次再见，拜拜。